春花姑娘的毒，十有八九是上官秋月下的。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她。上官秋月来无影去无踪，我们去哪儿找她？找到上官秋月，关键在春花姑娘。怎讲？别的事情你比我想得通透，但春花姑娘的事，我一定比你想得明白。 的确如此，春花姑娘每次出现危机，上官秋月总会及时出现。反倒是现在春花姑娘不见上官秋月，是更好的选择。我不想再让春花姑娘卷入我们之间的纷争。我只希望她安全，找到上官秋月，逼她给春花解毒。 此药无解，怎么办？ 小春花在想我，你疯了，来这干什么？能安稳睡下就好。小春花担心我。 哥哥怕你百花结发作，所以不敢找你。但是我又忍不住想你，所以就只能这样见面了。凤鸣山庄太危险了，你赶紧走。百花结的毒性明显有所缓解，是不是因为你这几天没有想哥哥？ 雪莲子，我才没有想你。此药无解。 你睡了吗？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开门呐！春花，春花，这次轮到妹妹舍身救哥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话？春花，开门呐！ 上盟主稍安勿躁，也许是春花姑娘睡得太沉，我先进去看看。春花姑娘，恕在下无礼。春花姑娘。
上盟主听到你呼痛，担心你毒发，赶紧催我来看一看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什么事儿啊，一切都挺好的。你们知道的吗？我这个病是偶尔发作的，刚刚我是在说梦话呢。吓死我了，你可把少盟主吓坏了，知道吗？既然没事，姑娘早点休息。妹妹是担心我的，放心，哥哥还得照顾你呢。我刚刚就应该把门打开，让他们进来宰了你。你舍不得，还是说你想让他们看见你我同床共枕呢？风采采是个好姑娘，带个消息给她，说鲤鱼不是石先生。三天后不二会邀请你们赴宴，到时候饭菜里全是软金伞，小春花可千万别贪吃。如果到时候再中什么毒了，哥哥可就救不了你了。